那就先来吃这个玉米，这五个玉米一共4块钱。好像喊我吃玉米须子是吗？味道不错，有点像那个玉米杆的味道。不是很好嚼。哎，那我就掉了。阿赖妈妈，这根头发比较粗，感觉我留长头发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好香啊，太好吃了呀。第二个，嫩嫩的，
第三个。今天买这个玉米的人，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，然后我用泰语跟他说是中国人，然后他用中文跟我说他也是中国人，来了20年了。超级甜，太好吃了！就觉得此物什么，只应天上有。还有两根，已经吃了三根。太好吃了，阿赖妈妈。
有点嚼不烂。纤维的老，这个心不是很甜，还可以。这橛子，何德何能系列？太嫩了，啃不动。玉米须，饭前开胃小菜就吃完了。